許願之前一定要醫飽個肚。遊行可以試到一個好傳統嘅日本菜，我就係食曬個飯啦，真係好食。煮飯嘅時候你擺個竹炭落去咧，就會散發一啲 chemical 啦，令到啲飯好食咯。因為唔夠力，願望就會落空。希望心靈揾到好歸宿，全部都唔中，全部願望都唔準啊！我歸宿就冇咗啦，放心，我一定幫你掉中嘅。Action 安盛盛满爱艺术保障呈现日本交心假期，今晚11点 ，Feel TV。